大成员卡琳娜近日飞往米兰参加时装秀，只见她身穿低胸黑色短洋装，露出一双逆天长腿，姣好身材超吸睛，身机美照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卡琳娜在场外时有粉丝想要跟她要签名，不过因为正在工作中，所以她就拒绝了粉丝。而她皱起眉头，五官挤在一团，还双手合十做出道歉的手势，这满脸歉意的样子就让众多粉丝全笑翻。事实上，过去卡琳娜也曾发生过没办法满足粉丝请求的时候，当时她也是小脸皱在一起，用全身在表达自己的抱歉，让粉丝看了都被萌翻，他们直呼太可爱了，就算被拒绝也不会生气啊。